亲爱的贵宾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谢谢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玉秀。谢谢。大家都用过午餐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听音乐会呢，不止呢可以提升人的审美素养，温润人的心灵之外呢，还能让身体健康。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。因为呢，整个节目的演出都需要各位贵宾的掌声，那就是拍手。我们的手上有超过30个的穴道，在你们拍手的同时呢，这会刺激到这些穴道，然后呢，传导至身体其他的整个部位。拍手有多么大的好处呢？让我来告诉大家。拍手呢，可以改善许多的慢性病，包括呢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胃病等。拍手呢还可以提升人的免疫力，对于平常容易感冒的人呢有预防和促进恢复的作用。另外，拍手可以提振我们体内的阳刚之气，还有呢赶走我们忧郁和躁郁的情绪，而带来正能量。谢谢。当然呢，你们的掌声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出者所能带给你们 更大的那个实力，把它发挥出来。所以各位贵宾的掌声对我们今天的演出是非常重要的，谢谢。小慧老师呢今年还特别的准备了几个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，不过呢要拿到小礼物必须得经过很严格的有奖征答哦。那希望呢我们各位贵宾可以聆听我们的音乐会到结束，都会有机会拿到小礼物的哟。谢谢各位贵宾。在这边呢再次请你们的手机关机或者是转震动，谢谢。